11日上午，灿烈在米兰出席了某品牌的活动，奢华的古典西装造型，华丽的白金发夺人眼球，花美男外貌让人心动的酒窝，就像是纯情漫画中的主人公。据悉，朴灿烈08年通过参加 SM Casting System 进入公司，成为练习生。他作为 SM 公司的公开练习生，是出道前就拥有歌迷会的比较有名的练习生之一。2012年4月，他以组合成员身份出道，是队内的 Rap、 门面、 Atmosphere 和 Reaction 担当。优越的身高、帅气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使他深受粉丝的喜爱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